你看这里有很厉害的餐厅。这军事基地吧？这军事基地吧？是。对啊，基地耶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原来这栋神秘建筑物是基隆海科馆的一部分，除了有科学性展览可以亲子同乐之外，还可以在这吹海风看海景。但是外观非常严谨的科技建筑里，竟然有媲美五星级饭店，而且把北海岸顶级海鲜都集结一起的超犯规万恶渔夫料理。各位，我看错了吗？整个太平洋在我们的眼前，对，水族馆一样，真的。但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万恶渔夫锅啊，万恶渔夫锅，万恶渔夫锅，这个很邪恶哦，绝对哦，这个胆固醇爆表咯。没有问题，我们不是运动员吗？这个满满满的哎，你看很多种海鲜吧，超多超多超多，我现在来帮大家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对，应该是。好几好几层好几层那种，这个是我在他的台语应该是那个黑糕，对，没错，黑糕，对不对？台语是黑糕，这是非常好吃的一个海鲜，很香。这是屋顶哦，这是屋顶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跳海了。有点像龙虾的感觉，是，还有虾子哦，这个明虾，大明虾，这个跟快跟我手掌一样大，太夸张了，这个。我是男生，你有看？是女生。比较一下，你有看哦。哥，超大的。还有呢，当然，金马一定要的。金马是在台湾一定要吃的吗？这个金马哦，不是这样看哦，这个金马是要这样子看哦。要这个。才知道的，你有看？精华最好吃的地方哎。看到了没有？真的要说石锅。对，石锅。马盖里贡，通风料理哦。真的，哎，各位，超多东西了，真的。台湾的常说应有尽有，都在里面嘛，给你们。它的汤都变得有点橘橘红红的，就是那个海鲜的颜色。是汤的颜色也不算是很浓啊，还是蛮清澈的，这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像那个香菇加海鲜，对，还有带一点点的蔬菜的切爽的味道。超甜，超级无敌甜，就是海鲜跟鲜虾的那个鲜甜味，整个就是出来了。多介绍一下台湾的风景特色啊，让更多的日本人来台湾呐。对，这个也要拍进去，要拍到书里面。要，一定要书里面哦。我实在受不了啦，看得好想吃，可恶啊！艾美还说，这一锅汤因为有大量的蔬菜平衡口味，所以非常顺口，而且还有各式满满的顶级海鲜，这真的太邪恶了，也让我肚子好饿啊！超级肥美，而且颜色好美哦。你一咬它会断掉，就是太 Q， 直接弹开你的那种，好 Q， 一点点沙或软都没有，就是 Q， 然后很甜，它味道很浓郁。哇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我要吃的是这个黑糕，台语嘛，那个黑糕，其实它的里面是蛮软的哦，这边可以用手，就这样子可以剥开就好了。我现在用手的话比较快，这样子把它的里面的肉拉起来。好好吃，是什么味道？感觉是上龙虾哈，类似那一种吗？你看哦，剥起来很新鲜，看到了没有？不新鲜的话它会黏住，对，这样子可以剥开，对，就可以了。怎么讲？比较咸一点，它比较 salty， 但是天然的 salt， 就是海鲜的那种，海味，你知道吗？它蛮像龙虾，但比龙虾再软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它的质感比较像螃蟹，可是龙虾的味道。是啊，然后比刚刚的这个大明虾再咸一些些，超好吃的。小百合那边有这个金马，金马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最高级的部分嘛，红红的这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最高级。最高级的地方哎，我小时候爸妈都给我这个部分。哦，它吸收着各的那个海鲜的精华都在里面，然后再强调这个原生带的味道，哇，加起来就真的很香，很香。
让最爱海鲜的日本人也大赞了万恶鱼夫锅，可见得这锅真的厉害啦！所有海鲜不仅是产地直送，而且都是北海岸的很牢啊，绝对新鲜。而且在这里不只有鱼夫锅吸引人，这道用纸做出的料理，保证也是让人一吃就上瘾。哎呦！是因为这个包起来才会有那个蔬菜的香味啊，还有鱼原本带的那种，应该就把它全部闷在里面这样子，要包起来的，它才可以保持那么新鲜的状态。啊，各位你们看这个颜色，打开了 ，Suzuki， 里面都湿湿亮亮的。当然啦，这个做法是很珍贵耶。肉是很细，然后呢，因为如果你想要比较那个口感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跟着皮一起吃的话呢，这个已经调味好了，有点皮的，对对对，好像这么裸，哦，哎，好香哦，对呀，我吃马上就有那个青椒的味道，非常的明显，它完全就吸收那个蔬菜的香气。原来纸包鱼是利用烘焙纸让热气在纸内循环，可以保留鱼皮的完整性，还完全留住鱼的鲜甜。小百合推荐的第一家鱼夫料理，很适合全家出游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，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。